愿意话会话唔嫁。嗰日晚借以烧香，红娘陪人探病，其实我都几鬼猛。朝元家够晒热情，红娘唔望都望下，关上纱窗放下帘，内边黑麻麻。其实大众两情投，何妨让他下嫁，小姐够佢挨穷唔使怕。点可以乱咁嚟，口水多过红茶。家丈夫要光应尽，使乜计身家？讲钱咩计起身家？小姐境况不差。由佢地谈爱论婚嫁，放松一下，一于婚嫁任他，否则逼佢夜晚偷偷嫁。